们怎么还不下班？都六点了。我肚子饿了。宝贝儿，今天爸爸妈妈都要加班，不能回家做晚饭了。我给你们叫了外卖，有饭有菜有汤，还有果汁哦。嗯。耶！你好，你们的外卖来了。祝你们用餐愉快。啊，真是太丰盛了。哈小龙，你吃慢点。疼死我了！花小龙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的天哪！花小龙，你怎么变成紫色的了？蛮可爱的哦，肚子好痛。花小龙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天哪，这些都是什么？为你有义务。哈小龙，你是不是连外卖的餐具也一起吃下去了？当时我太饿了，一咬就吞下去了。还挺脆。很多一次性的餐具都含有有害物质，有漂白剂、重金属、细菌等。张嘴。你肚子里有害物的活性物质暂时会保持稳定，不会被吸收，会分解成小颗粒和排泄物一起排出。好险呐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要用这些餐具吃饭了。还是刚刚的颜色好看。绿色好看，绿色好看。要是所有的外卖餐具都安全又健康，那该多好啊。还得轻便结实，不能像瓷器一样容易打碎，还得环保耐用，用一次就变成垃圾，太浪费了，还污染环境。到底有什么材料可以满足这么多要求呢？我知道了，这种材料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每天都能看见。什么？你等着。我现在是木匠哈哈，地球上最丰富的资源就是树木了，我们可以用木头来制造出安全、环保又结实的各种餐具。哇哦，哈哈，你太聪明了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哼，这有什么可稀奇的？哼，走，兰兰，我们去兽科镇，仓库里有些木料。我们走。喂，等等我。纯手工打造的木材小碗完成了。人呢？哪去了？哈哈，你这么做一个碗也太慢了，半天才做出一个。那我改造了一件适合你用的工具。不过要贡献一下你的宝石哦。当然没问题。这是我用激光发射器改造的激光木具，可以很方便地把木头加工成你想要的形状。兰兰，你真是太棒了！来，该我木匠哈哈上场了。你太结实了，我再也不会担心变成别的颜色了。
哇，这个木碗很不错呢，我家宝宝也可以用，摔在地上也不会碎。还有木头的香味，大自然的味道。这木碗又便宜又好用，还可以就地取材。我是开餐厅的，我要预订200套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木头这么好，我想做玩具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木材还可以做桌子、椅子和各种家具，甚至还能造房子，还能造船。太棒了，哈哈！我想造一个小飞机。没问题，不过在那之前，首先我们要选出合适的木材。奇怪，木头难道不都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作为一名木匠，最先要了解的就是每一种木材的不同的特点。你们看，不同的树木用途也是不一样的。例如柳树，它的枝条很软，可以编成柳条筐，用来装东西。香樟树上有很特别的香味，但是虫子们可不喜欢哦，所以它会被做成柜子、箱子，用来存放珍贵的东西，这样就不会被虫子咬坏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就用樟木来做家具。松树的木材不软不硬，不怕水也不会坏。蓝蓝的小飞机可以用松木做。做家具早已达到了家具设计的巅峰，每件都是艺术品，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智慧。历史老师说，明朝有个叫朱由校的皇帝就喜欢做木工，看来木工的确很好玩。我的小飞机做好了。我的小凳子也好了，这下可结实了。喂，你这个笨蛋，你们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危险？什么危险呀？你们这是在破坏地球。破坏地球？树，你们在砍树，人类自己也无法在地球上生存，地球对我们就没有价值了，笨蛋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放火烧了它。烧了它？对，只有把他们刚才做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，让他们知道树木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一燃容易引起火灾。这样他们就会收手不干了。有道理，我来搞定它。小龙，你在干嘛？没什么。小龙，你怎么能玩火呢？我不想你们再用木头做东西了。为什么？你们把树砍光了，这个地球也变成土球了，就不好玩了。难得你有这么高的觉悟，哈小龙，你知道这个木头为什么点不着吗？
我们早就用最新的科技对木材进行了特殊处理，不但可以防火，还可以防腐和防水，变得非常耐用，可以尽最大程度保护木材。真的吗？哈小龙，谢谢你这么热爱地球。其实我和哈哈已经报名了植树活动，我们每砍下一棵树就会种下十棵树，这样地球永远是绿色的。嗯，我们一起种树，让地球变成跟我一样是绿色的。今天是4月7号，世界卫生日，所有家里用不到的东西都要分类扔掉。哈哈，我们来收拾工具和零件。哈小龙，你去整理厨房冰箱，过期的食物都要扔掉哦。遵命。我来检查一下这块蛋糕有没有过期。这盒巧克力我也来检查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干巴巴的叶子。一点也不好吃，一定早就过期了。终于打扫完了，简直焕然一新。工具放回原位，用起来更方便了呢。累死我了，终于可以好好喝杯茶休息休息了。兰兰，帮爸爸泡杯茶吧。没问题。顺便也欣赏一下我的清理成果。奇怪，阿小龙，茶叶去哪儿了？你说那些干枯的叶子吗？我全都扔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干净多了？糟了，那是爸爸最喜欢喝的茶叶，这下怎么办呢？你是说那些叶子可以喝？对，用茶叶来泡水，这是我们地球人常喝的饮料之一，特别是中国人。不就是一些树叶吗？外面有的是叶子。看起来和茶叶也没什么区别嘛，要不，爸爸，你等着，茶叶马上就好。好嘞，慢点啊，小心开水烫哦。可是，这样行不行啊？谢谢兰兰。哟，今天我们哈小龙也这么懂事啊。这个茶水是苦的。兰兰，哈小龙，你们泡的什么茶呀？这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。该不会是茶叶出了问题吧？太好苦啊。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之前的茶叶不小心当垃圾倒了，这是外面院子里的树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可不是随便什么树叶都可以泡茶的哟。就是啊，茶叶里面的学问可多了。那到底什么树叶可以泡茶呢？我来想办法解决你们的困惑。我是茶艺师哈哈，我会告诉你这片神奇的树叶里藏着多少有趣的秘密。不就一片树叶吗？树叶可是千差万别的哦，可以做茶的只有这种。走，我带你们采茶去，你们可以亲手为爸爸妈妈泡一杯最好喝的茶出来。中国是地球上最早培植茶树的国家，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。哇，真了不起。现在我们使用人造云模拟了茶树的生长和土壤里的地理环境，
你们看，茶树长得绿油油的，还不错，我就喜欢绿色。好了，可以开始采摘了，这次可不会错了。茶叶小宝贝们，我来啦。茶小龙，你这么采茶是错误的，茶叶需要使用的是茶树上最嫩的芽头。这么小啊，那一杯茶得采多少次啊？没错，一克茶叶大约需要112个芽头，泡一杯茶需要3克茶叶，需要采集300多次，采集下来还得再进行加工，所以茶农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。为了喝口茶居然这么累。是啊，还有这些茶树也是辛辛苦苦长了一年，把最鲜嫩的小芽奉献给了喝茶人。是啊，茶树和茶农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才对。哈小龙，起来，不要光吃不干活。爸爸妈妈跟茶树茶农一样，也是为了我们辛苦工作，一样的道理。对，我要减轻茶农的工作，提高效率，你们等着。这是我发明的飞碟万能制茶机，它不但可以自动采摘茶叶，还能按照人们的需求来制作茶叶。兰兰，这个发明真是太棒了，以后茶农的工作就轻松了。耶，这个比采茶好玩。好烫死了。不要着急，有我公孙兰在就不用你们动手了。翻炒完成，现在可以品茶了。那真香。可是爸爸喝的茶水有时候是绿的，有时候是红的，味道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，这是因为制作的工艺不同。红茶的制作方法就是先对茶叶进行揉捻，然后让它进行发酵，最后烘干就得到了红茶。这么麻烦。别，还是有点苦，加上点牛奶和糖应该不错。没错，这就是做奶茶的配方。真的吗？我哈小龙真是天才。还天才？天生吃货还差不多。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和茶叶品种的不同，除了红茶和绿茶，还有白茶、黑茶、黄茶。最常喝的有碧螺春、龙井、乌龙茶、铁观音、普洱茶等等，中国的茶叶品种实在是太多了。那些都是大人喝的，当然少不了适合我们口味的水果茶、冰红茶、奶茶等等好喝的饮料。奶茶在哪儿呢？马上就有了。自己做的茶太好喝了。喂，能不能再给我来杯奶茶呀？再来一杯。要是再来块抹茶蛋糕就完美了。开饭了，爸爸妈妈，今天这桌菜是我和兰兰特别制作的。哇，看起来很不错嘛。我的口水都要滴下来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菜有什么特别的呀？这些菜都是用茶叶做的，有普洱红烧肉、张茶鸭、茶叶蛋。还有红茶蛋糕、抹茶冰淇淋。哇，真是太棒了。原来茶叶还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菜肴啊。茶叶不但好喝好吃，还有很多的营养，茶多酚、维生素、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生物碱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多喝茶对健康也有好处，可以提神、抗氧化、抵抗辐射、预防疾病，而且还能减肥和延缓衰老。你们留点给我。哈哈。
我睡不着。我也是。我还要红茶曲奇，一杯抹茶布丁，对了，还要一杯冰红茶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也没睡好吗？我们一晚上都没睡着。我和兰兰也是。哈，小龙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累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心脏好像快跳出来了。看来只能请家庭智能医生来帮忙了。眨眼，张嘴。是茶叶里的咖啡因导致你们失眠和过度兴奋。原来是这样。需要等身体里的咖啡因代谢完了才能恢复正常。那要到什么时候啊？已经一夜没合眼了。我再也不吃这么多茶叶食品了。看来茶叶虽然很棒，也要适量哦。嗨，这是我做的乌龙茶布丁，味道特别好，我特地带给大家尝尝。你们是怎么了？